常感谢我们 Granny 七周年产品体验师 Malin， 非常感谢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品牌游记时间就到此先告一段落了。嗯，好，有请冰冰来到我们的专访区。嗯，进入下一个环节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去量一起量啊，量一起。这个可以吗？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。然后问一下冰冰，今天来参加这个品牌活动，然后提了一些产品，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？我实话实说，有点被震撼到，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啊，呢还是停留在老式的那些厨房里面的一些冰箱啊、洗衣机啊，啊不是洗衣机，不是厨房的，就是洗衣机啊，然后洗碗机啊，还有烤箱啊，就打破了我对以往的一些认知，然后能感觉到两位设计师对于设计的这个热爱，对于自己艺术的这些追求。嗯，然后在冰冰前任就是宅家的时候，自己一般会做些什么？宅家游泳啊，打篮球。如果我有一套这样的家具的话，我宅家可能会选择我有这个冲动去做饭，对于环保。嗯，好，嗯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不知道。再补拍一个跟那个红色边的圈子。哦，好。这边，这边感觉好小啊，这里。来，老师靠近冰箱一点。嗯，好啊。老师，您能开直播吗？啊？来，咱们开的时间了，好吧？那往后面点吧。后面一点。老师，看着我这边。好，这边来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后面后一点。来，您看这儿。哪里？这儿。下面那位。